翻开立体器哈，它这个等一啊，它要求这个最大值，那我们就用三角不等式啊。三角不等式是说x 加一平方哈，加 y 加二平方，再加 z 加二平方哈。好，这相当于是那个u 加 v 的大小，小于等于 u 的大小。S 平方加 Y 平方加 Z 平方，啊加 V 的大小 ，V 的大小是一平方、二平方、三二平方，一平方加二平方加二平方。好，啊这是一嘛，所以是一加，啊这是三，所以这个小于等于四，所以它最大值应该是四。